红薯挖出来，说今天早上来了，安装咱那个磨红薯机器的人今天也要来。大哥，吃一个馍，我才溜溜嘛。吃，热锅捏个的算是。不难弄吗？热啥？哦，你吃吧。你们要弄个光乎方便面，我锅上吃，我赶紧洗漱。我吃了。吃方便面？嗯。我那个街上吃饭，你都排出去，这些人都知道。啊，我马上到你身边。同学。嗯。给吃，先吃梨。红木纯的料。啊。做的。你告诉我，人一生一世就这样。今天一天能给他安好不能？而你不愿意为我放弃。我觉得我应该换种方式与你。六个。哪怕是今夏，如果能。够了不够？要不够了，我再吃方便面。哎，不搁这里边。嗯。哎，不走。饭都给你要上了，你咋走了？有吗？我不喝了，饭都忘了，我喝点加水就行。我想问我想做的是就是换个模板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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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这就将来你搞水沟，搞水沟的话，将它，用具料臭了，加水了。这条那都叫加水沟，这个加水了，这就是加水了。你走之前，俺搁这趟着，落得给你伤了，恐怕你不爱伤。这就是加水了，这就要水沟。这里你的伤，无论我哪种分药，我这种分药，这就是加水。这没有水，喝不成，这就加水了。这都不用加水，这就是加水了。大家。都挣了三桶，我下来，这里挣了，吃姜翅，挣了姜翅，这姜翅吊棒，这要抽到老几的。我不怕雨打风吹日晒，被打磨放下伤害，让心暴露在阳光下对你表白。我宁愿我的身躯。在路上慢点了，然后把人从头都开始哗啦啦啦的下了。这他的工人也然后回去了，可能消停会儿了。好的。办了一件大事，整体的布局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不怕雨打风吹日晒，被打磨放下伤害，让心暴露在阳光下对你表白。我宁愿我的身躯被岁月点点风化，也要让你感觉到我的真爱。这准备离家出走了？啊，出走了。去发理解了？啊。咱不管，管他们，到时候以后都回来。活着这个也不疼。我俩四处去找城里的律师，明哥从来这儿。对。那几次我俩都走了吗？洛阳他这回回去，明哥从来。那都结束了，你都回来吗？人家不说还有个架子。这一会儿不消，我还跑。来人，要不然我都给你。哎，不想等我出来。在这儿抓抓，开心开心再回来啊。咋着了？说是说的，咋去咋回？注意安全。